等一下，再给我5秒，只差0.01米，我就可以亲到。喂，喂什么喂？都几点了，还跟我装？事务所招财进宝，又签了一个大单。苏总万岁，万万万岁！万岁就不敢了，能够百岁我就知足了。你知道怎么样能够修身养性、颐养天年吗？首要一条就是要离你妈的痛远一点。哇，你这没良心的，我可没得罪你啊。没得罪我？你今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梦到他了。啊？又是那个初恋、暗恋、死恋、绝恋的篮球一号？你经常会梦见他？爽梦一次，他也不会从梦里跑掉。你也知道他是我暗恋多年的对象，这么多年来，今天是他第一次主动想要亲吻我。哎，当我正要半推半就让美男揽入怀的时候，就被你的索命连环敲，破我桃花，坏我好事。曼曼，你睁开眼睛四处看看。看什么？看看周围，我们这花花世界啊，有多少跟我们同科同属有血有肉的雄性生物，衣冠楚楚的在我们四周溜达，高帅富有，矮丑矬也有，哪个不比你那个暗恋了10年、最不靠谱的篮球一号强啊？听我的，别想他了，想他只能伤身、伤心。对于你这种啊，感情的快餐型消费者而言，要解释一段超过24小时的感情心动啊，无疑是对牛弹琴。那我只好现身说法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时代，快乐和快速的快，本来就是同义词。你干嘛？快点，你也掏出100来。怎么样？你要用这100块为你无理的言论道歉啊？老规矩，半小时为限，谁要到最多帅哥的电话，谁就可以享受失败者的崇高敬意和这200块钱的筹码。也太没有技术含量可言了吧？等着瞧，赌了。哎，我的脚！哎呦，我的脚！好疼啊！哎呀，我的脚！小姐，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我的鞋卡在井盖里了。先把脚拿出来吧。新出的春夏款，这样一来还要送去修，心痛啊，真的心痛死了。鞋呢，是我弄坏的，你说你想怎么样？没想怎么样，
毕竟你是一番善意帮我，我怎么会要你赔呢？你放心，不会的，你是一个好人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留个电话号码，我们交个朋友啊，有空可以出来聚聚。号码聚聚，交朋友就不必了。别以为男生对女生的时尚一点都不懂，这是这一期最流行的可以换跟的高跟鞋，基本上呢我没有弄坏。如果你想要钓凯子，下次想个聪明点的方法，或者找一个好骗一点笨一点的男生，